郑州机场，温度7摄氏度，北风2到3级，天空晴朗爽快，实时风速适中。欢迎各位回家。旅客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乘坐本次列车，目前列车时速327公里，本次列车下一站即将到达洛阳火车站，请在洛阳站下车的旅客朋友们做好准备。欢迎各位回家。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，目前郑州市主要道路畅通，适逢春节假期，路上从各地回河南过节的司机朋友一定归心似箭，但要小心驾驶。欢迎各位回家，在家过年的朋友们和家人团聚，珍惜团圆。不能回家过年的朋友们也请记得，河南想你。在这佳节佳期，我们相信爱在哪里，故乡就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春节快乐。